你要吃这个老阿伯的哦。啊？那你要吃淡淡的吗？不用哦。哎，麻烦两片。两大张，还是两份？两份。我这袂当，那遐我就唔叫做来去。好，赶紧。我来寄来吃就好。好，你来。无我就搁请人吃。好，你吃。伊讲伊半斤要吃。我们来这边，来这里排队。啊。来多少？两份。然后用酱油，不要辣椒。不行，你拿好，等一下拿给老板。好、哦，要拿好哦。好、哦，飞走就没有了、哦。这个是煎饼呢。嗯。哎，你们转我的头啊！来，来这边。来站旁边好了，来站旁边，哇，太香了吧！啊？啊？来立哥哦，你坐这里好了。嗯、啊，来来站旁边。因为导游辣椒，我想要辣小小辣椒的。你要吃淡淡的吗？不用哦，你要吃煎饼就好了。啊，你要酱油啊？等一下再跟老板讲。